家好，我是庄德福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蔬菜料，这是一道家常的开胃小菜，菜名叫做台式泡菜。要如何腌才会酸甜开胃、清爽脆口？现在告诉你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高丽菜600克、红萝卜30克、红辣椒半根、调盐水，盐30克下来，水120cc 下来，为什么要调盐水？因为高丽菜本身含水量不高，所以加一点水分可加速高丽菜软化。搅拌至盐溶解，调糖醋水，糖150克下来，白醋300cc 下来，冷开水100cc 下来，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糖溶解，红萝卜切片，红辣椒切圈片，高丽菜切片状，先剥开。菜心的部分拿掉，这边有菜梗，菜梗的部分比较厚，所以这边要切小块一点，菜叶的部分这里就切大块一点，就大约这样子。准备一个干盆，这高丽菜一层一层的，稍微把它扒开，虽然高丽菜刚才有洗一遍了，可是很多人也会担心说，这没有一片一片的洗得干净吗？不用担心，等一下用盐水腌制软化以后，我们还要再水洗，用冷开水水洗一遍，所以不用担心洗不干净。盐水下来，好，我们用手将拌匀，好，拌一下，让高丽菜叶都有沾到盐水。拌匀后，盘子放上来，再拿个重物，两倍重的重物压着。我们利用盐水腌制使高丽菜软化，
哦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哦，要翻动一次哦。这个动作要持续3至4小时哦。已经腌制一个多小时了哦，我们检查一下。高丽菜叶软化很多了哈，啊，我们再拌匀，再把它拌匀。每一个钟头我们就拌匀一次哈，啊，直到它软化为止。好，盘子再下来，好，再中压。腌制高丽菜软化也有很多种方法，哦，也有把盐直接撒在高丽菜上。用手持续的抓，持续的蹂躏，反复的抓，抓到高丽菜软化为止。哦，那个方法使高丽菜软化的速度会比较快。可是那种方法，高丽菜叶看起来就是烂烂的，哦，看起来就是安尼烂烂安尼，无新鲜那种尴尬。虽然这个重压的方式，哦，时间会比较长，可是腌出来的高丽菜叶是非常漂亮。虽然已经软化了，可是看起来还是很新鲜很漂亮。已经腌制软化了，盘子拿起来，把盐水倒出来，哦，加入冷开水，哦，要用冷开水哦，不能用生水了哦。再把它洗干净，好，再把水分抓干。好，我们还要再洗第二次哦。好，高丽菜再下来，冷开水再倒进来。再洗干净，好，再把水分抓干，高丽菜再下来。哦，你看高丽菜虽然是软化的，可是你看这个叶片看起来还是很新鲜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哦，如果用一直抓一直抓的方法呢，那个菜看起来就是软软，看起来就是软软，不好吃看哦。啊，你看用这个这种方法，你看这个高丽菜叶看起来就是很新鲜哦，非常新鲜哦，就不会看起来烂烂的哦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看的哦。红辣椒片下来，糖醋水下来，拌匀，好，拌匀后准备把咸盒倒进来，好，盖上盖子。放冰箱冷藏，再腌制一天，哦，就可以食用了哦。这样就完成了酸甜开胃的台式泡菜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盐分逼出深色水分，达到杀青作用。利用重压使高丽菜自然软化，才会鲜脆。淋入糖醋水，放冰箱冷藏，再腌制一晚，才会酸甜开胃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。
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